是冷眼长路不，梅花雪月皎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迥然凝寒恨天雨，一笑了了空万古，风后雨。请大家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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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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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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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啊，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呢是我们楞严经的第十二讲啊，已经迈到十二讲，那么我们已经讲到十番显见的这个，开始要迈入高潮段啊。上一讲的时候给大家讲了第一个十番显见之一，就是显见是心啊，通过阿难和佛的酬答之处，那么显现出来我们的见性是无处不在，时时刻刻的。但是呢，虽然地虫已然道破天机了啊，破了这个旧执着，又引发一些新的悟境，但是呢我们就像我们平常的状态一样，说的时候有点悟，过一念以后又容易迷啊，太多的处在这个本来这个妄的层面，所以当机者阿难还是大众不是能够即刻完全安住在其中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再加后面有九番辩论，把这个经和沙完全给他辨别明了啊。但是呢，阿难这样啊，虽然阿难你看在上一段的时候讲到末尾的时候呢，与之大众已经口已默然了啊，就说不出来话了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原来佛讲这样一种不道之处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啊，结果确确实实又跟现实情境完全吻合，所以在这种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啊，就是大家都是没冷场了。为什么呢？来琢磨，大家想想，还记得上一次的内容吗？啊，以前以往只知道有眼有见，对不对？可是这里佛居然说无眼同样有见，往日只知道见明叫做见啊，就是有光明的时候才叫做见，可是今日佛说见暗同样也是见啊，往日呢但知道能见的是眼根，今天呢佛才方明说眼根只能够显色，见色是心非眼，说不出来，搭不上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仔细玩味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开大悟啊，还是更望如来啊慈悲宣说啊，这个给他指示。所以说呢，这里讲到这个
下一段啊，开始要讲到下一段这个内容了啊。那么我们就一起拿起书来，找着了吗？耳识事中。尔时侍从书灯笼年，往向光首这一句话，找到没有？找到了，给大家报一下啊，这里没有。那么因为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也设置比较紧凑，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神提起来啊，正好晚上呢相对也比较清静啊。那么我们在一起读头，记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诀窍，如果是一般的句子，刚好你看到里面四个字四个字啊，掌握这个节奏，那么记住有时候两个字的或者五个字六个字的，我们就再把它依照它的这个原句读过去啊，但是大多都是以四个字，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就容易齐整啊，不容易乱掉啊。好，一起来，尔时世尊出兜罗眠，往向双手开轮指，鬼畜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与入园中，为阿若多无比修等，即如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时教成佛起立来佛，我今长老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课程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行，或宿或食，食宿置地，处庄潜伏，不遑安住，若识主人，自无忧患，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星际，清源升天，光入气中，发明空中诸有尘下，尘世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成寂明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佛言如是，即是如来与大众中虚五轮指，虚以复开，开以又虚，为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海宝轮掌，众中开合。佛道阿难，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
净，从事净中，厌厌生灭，遗失真性，颠倒形式，信心失真，任务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这段读的特别流畅啊。这是第二个板块，它的具体内容是说明见这个不动性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为什么你看他合掌收心一处呢？从上一段就是矗立在那里恭候佛陀的教诲啊。所以这里我们从看下，我们再搬到刚开始读的那部经文那一句开始。那么下面这些讲法我们可能不是一句就贯，但是你要相对的稍微对照一下经文啊，因为一直这经文讲下来的时候，它有相似这个相关的句子在跟得上啊，就知道大概在哪里啊。这里为什么佛啊，世尊说是兜罗绵往向光首啊？我知道这个呢是又是佛的32种相法之一啊。佛的这个手呢，在他的五指的这个指端啊，有这个就是五指端呢有这个脉网之相啊，就等于说开的时候呢，好像见了有一种，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像罪过相，就好像是这儿长住一样啊。那么它的那种呢，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光晕啊，光和影的效果。这两种开指的时候则见，合住的就歪啊，所以这里故称兜罗绵网向光首啊。世尊这里呢，开始要启动一个当机者，来跟他配合说法了。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说楞严经它是根本法呢？这里你看，他把大家的思绪引回到哪里呢？我出尘道与鹿园中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到这个鹿野苑里，鹿园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37日后守在波罗奈国的境内的这个鹿野苑，开始遇到五比丘初转四地法啊，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讲法的第一个地方首开法会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现在的佛弟子们如果去印度朝圣，都会到那个地方去朝拜啊，很大的一个砖塔。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古代印度帝王专门养鹿的地方啊，所以叫这个有时候因为里边还住了好多仙人在那修道啊，所以有时候又把它叫做仙院啊，这么一个意思。为什么这佛说为阿若多五比丘的？啊，这是众所周知，释迦牟尼佛太子当时离开王宫的时候呢，国王为了其实是护驾啊，就派了五个青年跟他去修行啊。但是这五个青年呢，是以这个焦陈奴啊，这里叫焦陈罗啊，有时候那么这里后面是叫焦陈罗，看到了吗？啊，前面叫阿若多啊，这个焦陈罗，这个阿若多之姓。就是他的焦陈罗是他的姓，阿若多是他的名，但是我们一般俗称叫做焦陈罗啊。还有四个，像有一个伯提，还有莫和南，还有阿卓世之婆啊，这五个人跟着太子去修行。但是为什么后来佛又回到鹿野苑才度的他们呢？就是这五个人里边呢分了两波啊，前面有三个啊，就是说三个两个佛去修行的时候，有两个呢他吃不了苦就先退了，这是两个。后来呢，释迦牟尼佛雪山里边啊，一直在那修苦行，完了回过头来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以后呢，他又以为佛陀变质了，退了道心了，他又也看不上，又走了。这五个人都走了啊，他们自己在鹿野苑里边各自修各自的啊。但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呢，观这个因缘，这五个人生生世世紧随着他，是长随弟子啊。那么就该得度的时候呢，就在鹿野苑里边开始给他们讲法啊。那么你看他这里说，为五比丘开始击辱四众眼，就是包括现前法会的四众弟子，一切众生啊，之所以啊这那个不能够啊，你看不成菩提及阿罗汉呢，为什么？就是皆由客称烦恼所给耽搁所误啊。所以你看这里为什么啊开始讲到这个焦陈如呢，
就是因为记住他是佛首度的第一个，五个里面他也是第一个啊。那么就说明楞严经这个法门正在讲到到底是见成还是见性这个关口差别上，从这儿出来就你们这一状态上修行成就人出来介绍经验了。你看下一段不是高成龙起立白佛，我经长老与大众中独得显明吗？就是大家都认为我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学法已经明了了，心开意解了，开悟了以后，因为悟课程二字成果了啊，大家都称他为长老。所以这长老这会儿他就要出来说话了，表什么法了？表明心见性之法是佛的唯一修行之法。你看一开始他成佛就是成这个法，他度首一第一个弟子还是用这个法来度，这个弟子成道还是用这个法来成啊，这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这个佛法微妙之处。也就是我们一路下来楞严经始终围绕这个关节点啊。所以这个焦成儒呢，这里就他开始打了一个比方啊，你看下面呢他就打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说，好比有一个出门旅行的客人嘛，投寄在旅馆中啊，那么住在那儿吃在那儿，还依旧收拾东西往前赶路，是不是这样的啊？这就叫做客啊。那么这个客呢，他说到无暇安住啊，不遑安住，就说明说比喻这个六识，我们六识攀六念的成境呀，有的时候我们妄想是打得长嘛，对不对？那就等于说你这个客在这个亭子里面住了一夜，有时候妄想打得比较短，那么就说打比方说这里只是吃了一顿饭的功夫，所以叫做或宿或食，明白这个反应了吗？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况，但是这些他会不会常住在这儿呢？你看就说了，若使主人啊，这个自无忧往啊，就是说如果是主人，忧就是所往的意思，就是如果他真正的是个这个旅店的主人的话，那么他就根本不用说他要住还是要往，就是连这个分别都没有，他始终就在这儿啊，连这个词儿都不要提。那么这里好比就是我们见的这个妙明真心常住不动，如同主人啊，这是他打的第一个比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也就是悟到这个客成二字而见性啊。当然他在后面又进一步把它发挥的给讲一个，你看啊，这个又如星际清扬升天啊，这个星际就是久雨初晴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下了好像这个阴雨连连下了好多天了，那么太阳马上就出来，比如说一个人初开始要见道入道，就是打这个比方。但是怎么样呢，清扬升天啊，清天啊，清扬就是说早晨的这个太阳晨日啊，从这个云中而出，比如到说我们已经断了这个三界内的见惑啊，上次不在下跟讲见思烦恼吗？还记得吗？啊，记不记得了啊，这个见惑比如说就是已经得到有这个智慧之因了，但是见惑断了以后还要修惑呀，思惑还在。那么下一句就是什么呢，这个光入隙中啊，就是说这个智慧其实还是比较微劣的啊，微劣的，所以是只能跟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性的这个理有一点点相应，就像打开了一个小缝隙一样，让智慧的光照进来，对不对？那么这里其实也打比我们生活中，大家发现没有，窗口上一道光打进来，不是一目了然吗？举头尘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就是发现了这个光打的这个地方里边有好多尘埃，是不是？这个空发明空中就比喻我们的真心妙明真心的本体之相啊，但是有诸尘埃，就比如说我们心中还有思惑烦恼没有断啊，这都是来表法的。那么诚挚摇动虚空寂然，诚挚摇动就比如说这个妙明真心的这个理如如不动，像虚空一样，但是这个啊诚挚摇动是比喻这个思惑的烦恼微细的起灭，像尘埃一样，而这个虚空寂然
表示这个如如不动，想虚空的，啊，刚才说反了啊，是这一段话是这么一个意思。从事项上讲，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太阳照进来，到处都是尘埃，对吧？来回翻腾。不要说太阳照进来了，前几天我在法源寺吃完饭经行的时候，你们去过法源寺都不知道，知道前面有一个铁的那个顶吗？对不对？旁边还有一个大铁的香炉。由于里边呢可能积攒了一些东西，旁边都是树呀，就看见那个上空上面有许多萌虫。萌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不是蚊子，蚊子飞得很慢，萌虫就是说这么一点点来回，就像啊就像金蛇狂舞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就来回扑通扑通来回，就是那种律动的节奏特别快。但是虽然它在那里结成一团呀，远远望去多极了，可是这个法源寺香炉上面的这个虚空完全不同啊。从这里就从这个比喻来，如是思维，沉寂明空，摇动明尘。你看啊，这是这个焦成儒给佛这样来引这个法义，结果佛就哎如是收口了，说你说的对啊。那么大家想想，三界之内有一法是不动摇的吗？啊，有一法能够停住吗？整个三界之法全部属于客尘啊。如果我们能悟到它为客为尘，就能够不起烦恼而成圣。可是阿难的一向是妄执原引为心，正是迷这个客尘所起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修行要念念彻照这个无常这个烦恼，就跟太阳光一样，先把这一缕给它照清楚，以此慢慢的扩充智慧就广大。这修行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说这个认识华严经，识得首楞严，就是从此以后再不是人间的这个糟粕味呢？就是楞严经这一部宝典，就从这个关头上直接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搞定，一切搞定啊。后面的二十五圆通特别开显的道理。那么接着再往下这两段话呢，就是你看啊，即使这个如来于大众中啊，屈五龙指啊，屈以复开开引，又屈为阿难言，又是开始由焦成儒引发这个法义，又开始面向阿难为当机者以及在场的大众啊。那么这两段话其实就是佛开始两番对阿难的印证，看看有没有有点悟性而舍去这个前面的对尘的执着，对性的领悟啊。所以两番勘验中，果不其然，阿难全部及格啊。我们往下看啊，第一勘验呢，就是从即是如来到佛眼如是这一段啊。那么大概的内容就是，如来把他的五指轮先握住，再张开啊，再握住，他就问阿难说：“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呀？”啊，阿难就说：“我看见如来这个百宝轮掌啊，在众中有开有合。”那么佛就问说，进一步问他说：“你既然看到我的手有开有合，那么我先问你，是我的手有开合呢，还是你的剑功能有开？”他来试问阿难，阿难就明了了，说：“佛的手有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不是我能见的剑有开合。”啊，终于悟到这个外境这个见性啊，真妄上取舍分别之处啊。所以这里的开合就表示我们的客尘烦恼六根门头现实世界啊，这个见不动就表示我们的妙觉明心如如不动啊。大家设想一下，我这也有手，也捏住，也展开，你的见性有随着手开合吗？有动吗？没有。所以你看，为什么说佛经如此之微妙呢？这个佛最后言道说：“谁动谁静。”又加了一句，看到了吗？看到这个词了没有？啊，那么这里就是更进一步，为什么呢？谁动谁静是对开合的更深更阔的一个深入的理解。啊，因为阿难现在不是说了吗？说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呢？上无有静，谁为无助呢？这个话我们不要理解错啊，因为一般直面上说啊，我的这个见性上无有静，就是我连静都没有，何况说动的无助就是动的意思，对吧？这里的
的这个静，就是说不是说没有静的时候，而是说这个见性不曾动过，根本就不要说有个静或者有个动，是这意思啊，听明白了吗？啊，这一句容易误会啊。那么为什么这里把它升华到一个动和静的这个层面，而不说开合呢？啊，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琢磨哈，文思。首先，如果说开合，手的开合，对不对？那么这个手指是暂时开合，对吧？手的状态是不也是无常的，暂时这会儿你说它有开有合，可是手它有不动的时候，就是还有没开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到底说它是静还要动？它只是暂时静，它还要动啊。而这个见的无开合，它是从来都不动啊。所以这里要佛问说，谁为动静？就是令知谁叫做永动，谁叫做永动，永远的动和永远的静啊。这里阿难才说啊，说佛手不住啊。这个佛手不住呢？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佛手不住，就是他不断在这一会儿开一会儿合，对不对？大家要知道这个合佛手不住，就是这会儿是开合，可是开合前和开合后始终佛的手都是不住的，明白了吗？就是佛只要是佛的手，这个色声之手，它本来就是不是不动法，是动法，是无常。所以你现在只把开合拿出来，那么还有不开合的时候，难道它是静的吗？啊，这个是微细之处，大家要领悟啊。所以说这里说的不住，就是说这个开合除去这里用了动，说明这个手佛手是真动，是永动，永远的动啊。而以见性这种说是真静，就是为什么上面有静，见性它是真静啊，对开合的动才说无开合的静，对不对？而这个见性从本以来从来都没有动过，你对谁说去静呢？动静二相根本都不在他此地，不在这个见性，这个从来不动，了无所得，那么这才叫做永静，咱叫做真静，永远的静啊！明白这个就是守的明白啊！这么讲听得懂吗？听得懂啊！这是第一勘验哟啊！那么进入到第二次勘验呢，就是说如来啊，又开始从这个龙掌中又换了个方法啊！你看他从龙掌中飞出一道宝光啊，一会儿在阿难的左边啊，这边给阿难放了一个锐，结果阿难就赶紧扭过头来看左边啊，这边有佛光，又放在右边，阿难就又扭过头来看右边啊。完了以后呢，佛就又问阿难说：“你这个头何故又左顾右盼呢？”啊，那么阿难就说：“我见佛手出光芒，在左在右，所以左顾右盼。”头怎么样呀？摇动，记住啊，这里又出了一个动向，头在摇动啊。那么佛说，你看下面佛说啊，这个汝盼佛光嘛，就是你看见这个佛光，所以才左右动头。那么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你的剑在动啊？阿难说啊，在我左顾右盼看。大家做个实验，你左看一下右看一下，你说你的剑的这个功能作用，你挤挤眼睛有动吗？左顾右盼之间好像这个剑是充满整个现前境界的，是不是这样？它是周变性的，它是周变性的啊。今天的课程呢，非常容易让你升起这个原来所悟不到之处，可是也特别容易让你听不上去啊。大家要仔细，我这里你看一层一层的递进，从开合到动静，而这里既然你是动静，他又给你换了一招，左顾右盼的时候，你这个剑的剑性有没有动呀？没有。所以阿难说，哎呀，我的头在动，我的剑性尚无静可得，何来动呢？佛又说如是啊。那么我们这里就要开始了悟这一下啊，外境动，刚才是手不是在开合吗？对不对？这属于手，属于外境，是吧？那么一般我们外境动的时候，你给你提醒说你的剑性没有动，我们还是容易了之，对吧？可是自己的头动而剑性不动，这就比较难以发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总认为眼才有剑，这是已经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妄想。
那么在有财眼见的情况下，我们下意识就会说，只有脸上这面才有见，辐射出去能见到。这个时候你脸在哪里啊？脸在头上啊。那么头动的时候，就好像眼睛跟着动，好像你见就跟着动。这个时候就说明说不难觉，难以觉舍，不像前面的手开合那么好说明了。你看，就一步一步往深层次引啊。所以这里这个阿难呢，知道这个见是不属于眼的啊，他是离开眼独立的，所以他觉得湛然的盈满在前，哪里有个动呢？他不上当，就没有动啊。那么这就可以从这里来看到哈，这里以上但举这个佛手的开合和头的这个左右这两处境界，其实是为一切境界的代表。大家想想，一个是外境，对吧？一个是自我的感官，对脸上的。那么既然知道他的开合左右，不管他的手开合和脸的左右都跟这个见性无关，那么一切万法，一切世界诸相，任其风扰风扰风风扰扰，可是与见性有关系吗？大家记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叫如如不动，这就叫本来面目啊，这就叫世上本无事，所有的万象都是空自然啊。那么以这种为一个例子而言的话，不但我们的见性，还有我们的闻性，还有我们的嗅性，所有的六根之性，就是意识这个会分别的这个分别性，就是能分别的分别性，它都是六根门头都是一个啊。上次给大家讲一个圆通，就这一个。所以这就我们常禅门里边说的六根门头有一位无畏真人，每天我们都见到他，可是每天我们都认为啊。你看这个法无应无明的通指这个归这个灵性的妙境明心，它就是这个。只不过这里是从见层面分了十个板块，给大家不断把这些无明万象通开啊。所以在这个禅宗史上呀，有这么一则公案，就是当时这个汾州啊，汾州有一个无业禅师去参马祖和尚啊。众所周知，马祖道义嘛，就是不是说这个马祖建道场百丈一行规是最有名的啊，六祖门下一系的这个弟子啊。那么有一次有这个汾州禅师无业禅师去参他的时候呢，就见了以后就问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啊，以前这个禅宗的话都是开悟的大祖师坐在那儿，那么十方参学的来了就问话啊。这个问话的人都要有资格的，就是已经在某一个道场一直在苦参密修不得力，或者已经绵绵密密感觉到有点呼之欲出的时候了，他就要去参学了，要去让善知识往他点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去问这个马祖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祖师西来意就是什么是佛法大意啊，让祖师给他这个秘传心经啊。结果这个马祖就说了，说大德正闹在别时来啊，这是公案里面这么，就是这个时候人太多了吵，你就别时来嘛，就是你换一个时间没人了你再来啊。给这个无业禅师说啊，我就想起跟西游记里面，就孙悟空的师傅不是把他敲了三下，一看手一背，就是半夜三更去给他传这个七十二变法嘛啊。结果呢，这个无业禅师就当真以为祖师让他没人再来，转身就走了。大家记住这个动作，转身往门一出走的时候，突然间马祖招说大德，就这么喊了一声，因为他是往出门外走的，这祖师一喊他得怎么样，得回头，是不是回头看说叫他干什么嘛。可是等这个无业禅师正在往出走，是脸朝外往回看祖师的时候，这么一出一回头不是动了吗？结果马祖就问说，是什么？就三个字，是什么？因为无言之教呀，说你觉得悟了没有啊，就是这个嘛，就是往出走的时候看见前面，往回看到你，可是往出往回能见的这个见，就是个性，就是这个啊。言下就大悟，赶紧就明白啊。这个马祖还说，你这个动态有什么好磕头的啊。这时候你看，这就是
禅宗里面就把楞严这个法印现场活活活用上，开悟，明心见性，啊，这是一个佛教史上公案啊。那么我们把这里总归前面的手的开合和这里头的摇动啊，我们来把它再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大家发现了吗？手的开合呀，就代表我们内在根深的一切部位，对不对？那手嘛，那我们还有脚呀，还有胳膊，还有腿呀，啊，还有你的身体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根深，那就说明你的生来，甚至生往，还有甚至生生，还有生死，就是你的这个根深，全部属于根深动的代表，手动。啊，我不知道听明白我的话吗？就是扩大以后，就是说你生来生往，从纽约到北京，从巴黎到上海，乃至你从这个界死，从他方界生，他方国土，就是统而言之，就有手开合代表，在这样代表一切生的动，身体的动。可是就这样的动，不要忘了，我们的性从来没有动，所以了生脱死就是明心见性。一旦这个性打开，为什么诸佛菩萨能翻翻生翻翻死，翻生散演度化，而不失这其性？正因为有了这个性，他才能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到处去翻生散演，就是已经生死之斗在他眼里已经完全如如不动。那从我们凡夫来讲，你想想，不要说生来生生生生死，生来生往了，你看摇个头现在都动得受不了了，啊，你坐个车那不行都要晕车，就觉得动了，为什么？心力是随着妄想的，啊，那么这个头摇动，手开合表示身体的动，头摇动就代表一切的变化之相，一切的变化之相包括最恢宏就是身住意念，成住坏空呀，啊，那就说明是整个所有十方国土啊，所有这些这个国土的一阵这种情形。此起彼伏，此坏彼生，整个十方法界的深处意念还不妨碍这个性从来不动。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万象的纷扰之中，突然间你如果窥到一念不动之性的这个恒常不备，我们还会被外界的境界所夺吗？能被夺掉吗？会上当吗？还应该念念才上当，在这个尘劳中啊去瞎折腾吗？啊，所以想想大家是多么妙啊！真是鼎鼎守楞严王，宝山常在我们空手啊！这就是这个第二次勘验啊，这两次阿难都没有上当啊，所以你看最后活在这里，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不众生以动摇动者名之为成，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啊，你看，你摇动不掉的、不动不定的叫做成，啊，你这个不能够安住的就叫做客，啊。那么阿难啊，汝观阿难，你看阿难头自摇动呢，他的剑性没有摇动啊。你再看我，我的手虽然有开合，可是你的剑没有舒卷啊。舒卷就是不是说永卷永舒嘛，就是还是动的意思啊。所以说你现在为什么今天到这里，你看云何汝今以动为生，以动为静，就是你们阿难包括你们大宋为什么现在还以变动不停的这个幻躯为实生呢，真生呢，啊，以这个变动不停的六尘境界为实境呢，这样这是反则嘛，啊，那么从始至终念念只认得生灭不息的这个境界，这种像这个幻象，迷失了本具的真性，颠倒形式，啊，颠倒形式，啊，那么如果本具的真性一旦遗失，那么就会认为四大妄以为有个我的身，地水火风组织的这块肉，就认为是我，四大外面现山河大地这个妄境，就是我所观的境界，轮回于妄身妄境之中，自取生死流转，不得解脱。大家记住这句话了吗？任务为己，轮回是中，为什么叫做自取呢？它不是神差的，也不是鬼使的，明白吧？
乃至我们自弃不动本性，自取流转之业相。业啊，所以说你看，相对凡夫而言，真的这个性实在是看不到摸不着，很难体会。所以我们说见相容易见性难呀，你还不愿生西方净土宗啊。所以说这一番就是显见不动啊。下面我们要开始第三番啊，这个非常精彩，如果大家听得能够相应的话啊，是真的是各个层面各个层对于我们生活中以后出现这样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特别有用啊，特别是匹配我们的念佛啊，烦恼猛烈的时候就用这个一破，马上就用这个性啊，一旦入到这个性，相就作用就淡了。如果你真正安守这个性的时候，这所有的外相马上它对你的干扰对你的束缚就淡下来了啊。所以第三个回合我们要开始叫显见不灭啊。为什么要显见不灭呢啊？因为你说它如如不动啊，大家觉得说这会儿不动，可是过一会儿他就觉得动的时候，他就错认为这个性灭掉了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佛又要开始又演了一场，而且又引出来一个主要角色啊。那么我们这里来开始再读经典《尔时阿难及诸大众》，找到没有？啊，我这没有法本，跟你不一样。你们找到的报一下多少页？67页，《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非》，找到了吗？好，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啊，节奏平稳啊。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非，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去本心，万刃缘尘分别已逝，今日开悟，如师汝儿，吾欲慈母，何当礼佛？生灭，与物生灭，二发明性，十波斯匿王。
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载不停，吾知汝念。
那么这段呢，虽然我们读的比较长，但是它的意思呢，其实非常流畅。我们这么灌一遍，大家明了就好了啊。因为这个法会的缘起呢，是王宫里面是请佛应供嘛，所以这个国王波斯匿王他是一直在场的啊，就跟阿难一起来听佛讲开示的。他也闻到了大众中思维的法义，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让波斯匿王他关系到这个？他发现了没有？显见不灭这一段的内容。富贵修道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觉得福报好，想继续享受下去，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怕什么？怕什么？会怕死。死就是什么？有生有灭，灭了啊。所以你看，这是又是开始起步了，好像可以从初级开始说法一样啊。一直在是听到这个前面讲到了借课啊，借这个课程，显主人是不动的啊，借这个尘就是尘埃，显这个空虚空是不动的。那么说这个空啊，就是说这里的寂，寂灭寂静，这个主就是我们说的常常住佛性如来藏。这已经讲得很苗明了了，前面的比喻对吧？但是因为太久习惯这种断灭，大家想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天生的断灭见？为什么要劝大家向性呢？啊，因为太多的习惯这种断灭了，你有生就有灭，所有的都是细轮妄想统治的太久。那每个人也皆如此嘛，啊，所以说犹如九乱之民，他就受不了，受持不了这个国泰民安的这个稳定状态，大家知道吗？他乱乱太久了，乱世多了啊，所以在这个。见性就没有动摇和疏卷之处呢，它这个寂就是这个寂灭的这个意义，就是哎，感觉到似乎你说的不动是对的，是吧？寂，我们说的寂静的寂，寂的这个意义它好像能够碰到一点，触摸到一点，但是常这个状态它还不能够全体领会，发现了吗？啊，所以这里把波斯匿王引出来问佛啊，每一场情况都有它的表法之用。因为他觉得长，难道真的是长的吗？见性怎么会是长的呢？而且佛大量的讲这个无常之意，比如说为什么让波斯匿王来讲呢？来问呢？第一个，匿王已经垂垂老相了，正好适合现前表这个衰老变化之法，对吧？而且，以显这个。色身是无常，哪怕你是贵为国君也不可能啊。哪怕你贵为国君也不可能啊。这就是说这个就着此情此景的称性发挥来问答。所以我们想啊，佛陀真是一个极伟大的教育家，非常灵活生动，现实生活紧紧的扣着，又可以把我们引带出这个超情一界的凡夫眼视里啊，这就叫度化，就叫度啊。那么这里一开始讲到了两大外头，大家看啊，第二段里面这个波斯匿王就起立白佛，他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同修犯的一样的毛病，你看见了吗？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会儿还没有遇到您的时候，我常听这种话，说呀，我那会儿还没有新的想法，我就说，然后怎样怎样，又说什么以为神呀鬼呀，就来了一套。但是这个波斯匿王他说的是，我那会儿你看未曾啊成诸佛会智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遇到佛，您给我讲法的时候，曾经亲切过两个大外道。迦瞻延和毗卢之子，这两个人呢，当时在印度有最有名的六种外道，这两个就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这个外道六识里面的，比如说这个迦瞻延呢，他就是一个大自在天性的啊，这样一种教义，他就说一切众生啊，我们一切众生这个苦乐呀，都是由大自在天决定的。大自在天今天高兴了，所有的众生就高兴了，啊，就受这个恶报。如果大自在天今天这个生嗔恚了，那么众生就受苦了。一切众生的罪福呢，都是
自在天主做，就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什么吧，啊，这个毗卢之子呢，他是说人这个苦乐得报，过去也没有因，现在也没有果，纯粹无因无果，啊，就是这么两个人，虽然他们的教义不一样，但是他们总归有一个共同的邪见，就是人死如灯灭，啊，就全部说人死了就好了。而且他们的涅槃，为什么你看这里涅槃，它我们通常来讲，它是以不生不灭为涅槃的根本内涵，对不对？那么这里，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时候的确啊，哪怕是我们明白这个理，然后听到有一个老和尚也说不用死，说是圆寂了。啊，说是舍报了、灭度了或者涅槃，但是我往往下意识的还是会想到，那他就是死了，就是死了，没了，见不到了，还得哭两鼻子，哀怨一番。啊，所以我记得本焕老上那本圆寂的时候呢，有人写了一句话，我特别受用。他形容怎么想？他说本老啊，今年多少多少，最后终于色身融入法界。啊，写的让人非常的相应。啊，这么一句话啊，那么我们不是说不能说缘起灭度，我们以后一定要明理，他真不是死的啊。但是你看，这两个外道就给人家这国王就说了，说死后就断灭了，就叫涅槃啊。所以他说，我虽执佛，今忧有现在还有疑虑啊，祈愿这个佛告诉我什么叫做心不生灭地。他关心的就不是说管你动不动是不是心了，他就不想死的。啊，所以下面的这个一大段呢，就是围绕这个啊，到底有没有前生后世的？大家想想，弘扬佛法，我们现在都要首先让别人相信因果轮回啊，而这种不信因果的这种邪见啊，不知道轮回的这种茫然，已经成为已然为社会的主流的这种自然认知呀，所以要说。认识到我们现在是一个法的什么状态，什么时代啊？东晋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种时代，很严峻了。不然为什么慧远大师写了一本叫《行净神不灭论》呢？就是他们专门写了针对当时这些儒学嘛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学界啊，就批判民间的小老百姓说两句没人信。那些大文豪，那些大所谓的这个学者们，他说几句能害死人的。我们现在有时候还迷信学者，啊，所以慧远大师就是说到说，火之传于心，犹如神之传于形，形就是我们，就打了个比方，就是火嘛，点燃一端火，虽然这个柴烧完，对吧？可是再放上新的柴，火还是这个火。就等于说我们的神识，这个灵魂啊，这个投胎转世这个执持的阿赖耶识，那么它就等于说，就是前行传后行，这个躯干身体虽然死了，那下一个身形还会用这个神来连接起来啊。所以他说火之传于异星，星就是星水的星，就是砍那个柴辛苦啊，火之传于异星，由神之传于异形，它是一个道。所以他论据说神不灭，啊，这个断灭见这个外道的危害呀，啊，这里顺便说几句，真的太大了。特别障解、障行、障道，啊，大家想想说，如果你认为死后一切都没有了，首先一个，咱们也不说因果上，就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一旦升起这种邪见，升起这种为什么我们生的时候死的时候恐怖呢？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马上我们怎么样。就以为说马上我要没了，可是我活了这么一辈子，有的只能活半辈子或者小半辈子，他就觉得已经养成惯性，我如此的存在，我如此的占有，我现在没了怎么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面对死亡，特别是垂重病呀或者垂死这种老者，你给他灌输这么一个断戒，他的心就乱掉，很可能一念乱就牵到三个道啊。再一个，如果你说是断灭见的话，大家因果怎么确立？没有因果了，本来修善的也没有希望了，不修了，本来不造恶的这下可以造了，因为没果了呀。你想想，
特别是断灭见这种邪见，对毁我们修行人这种对佛法的正见，比如说缘起性空的正知见，这是一切大乘佛法的种性的一个标志呀。缘起，但是性空，性空还要有缘起啊。它断灭见就是没有缘起，没有缘起，说明你对性空的领悟还是走偏了，完全领略不到佛法的内涵啊。所以在这里必须由这个波斯匿王来出场。啊，来问佛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大意就是，你看啊，我们就开始灌一下，很有意思。这佛就问这个大王说：“你现在身体还健在啊？那么我现在问你，这个肉身你是像金刚宝？这里说到的这个金刚啊，常住就是世界说金刚宝、金刚钻嘛，说是一样常住不坏呢，还是会变坏？结果这个大王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呢，终究要变坏的，现在摔了。”一定要这个衰朽变化的，而归于幻灭的啊。那么佛又说：“说大王，你身体并没现在还没有死，你怎么知道将来一定会幻灭呢？”反问了那么一句，大王就说：“哎呀，我这个无常变坏之身虽然现在还没有灭，但我现前念念都在不断的千变现灭之中啊。这个一念心升起来了，后前一念这个就转为旧念了，后一念又成了新念了，念念这样心叫娇气。”啊，心就娇气，那么前心跟后心是刹那不住的啊。你看这是讲到的心心不住嘛。什么叫炉火成灰呢？你们在家都上香吧，啊，香一点着往那一插，烧着烧着就扔一段灰了，是吗？这一段灰啪的掉了，好像又那个火又看见红一点了，再烧烧烧烧的又掉了啊。这就叫做好比香头火化成灰，灰落火心，不一会儿火又成灰，香就渐渐这样的陨落了，就是最后烧完了嘛，刹那不成停留不，一定要等到香烧完了，这个火才熄灭。因此他说，我通过这个道理，我就知道我将来的身体也要归于灭啊。我就说啊，你说的对啊。那么结果这个波斯匿王他又问了，说那大王，你现在的年纪已经衰老了，那么你现在的容貌和童子的时候小的时候相称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就说我在孩童的时候呀，我的皮肤特别的润泽，后来年年渐渐长大了，就血色充满了血气啊。结果现在到了颓废的年龄了，就等于到这个衰貌之相。貌就是这个字儿，就是老字下来一个毛字，这个就是说人一般到了七十成叫做貌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已经就是快到了这个，他都62了啊。所以说容貌是干枯憔悴，精神昏昧，而且头发也白了，面也皱了，恐怕要啊，这个怎么说呢，百将不久，就是恐怕要快离世了，怎么还可以跟年轻的时候比呢啊。那么佛又反问说，您老人家的这个脸呀，不是说一下子变成这么老了啊？结果波斯匿王就说了，说世尊，身体的生灭变化它是潜移默化默老的啊，我诚然没什么觉察，但是寒来暑往，随着光阴的流淌就成现在的样子啊。这是佛又说了啊。那么自己又解释说，何以故呢？说我20岁的时候呢，那会儿号称年少，其实我的相貌已经比10岁的时候就老了啊。那么当到了30岁而立之年呢，又比20岁老了，可是我今天已经62了，回望我50岁的时候都要比现在强壮多了啊。那么说的就是说，世尊啊，我发现我这个身体它是迁移日趋衰老的啊，虽然现在这个此生的这个盛年已经慢慢流失过了，但是这种期间的变化，就是我刚才只是说10年为一个大略而言的啊。如果仔细的啊，我微细思维的话，不是说何止10年20年了啊。你看这里说，其变宁为一季二季呢啊，就是这种变化和一季二季，一季属于12年。啊，一季二季也是说差不多，你看10年一个单位，实在都是年年都在变，啊，又说岂止年年都在变呢，日日都在变化，又说何止日日每日都在变化呢？再更深入的地查的话，实际上刹那刹那念念之间都在不间断的老化，所以悟到我的身体终究一天会消失，以此推。那么佛就又反过来问大王说啊，
你这个身体有变化，这个现象刹那变化不停，那么你就悟到了说你身体会消灭。那么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见到在你身体念念消灭的过程中，你身体中还有一个不灭的特征在其中吗？他就开始问了，反问了啊。王说我实在不知道呀。啊，佛就这里开始说了，我现在开始指示你了啊。波斯匿王，合掌向佛，我实不知。佛言，我今自如，不生灭性。啊，跟得上吗？啊，那么佛就说，大王，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呢曾见过恒河的水？啊，这个波斯匿王就说，我三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携着我去朝里这个叫什么？这个叶氏就是朝拜的意思啊，齐婆啊，这个齐婆神呢是印度又叫做长寿天啊。为什么印度的风俗就是儿子到了三岁的时候一定要拜这个神啊，这个天神，就是因为他是长寿啊，一般都求子的时候都会去他那儿去求，那么得了子了长到三岁又会去拜，他是第十天的这个十大天将之一啊，就是这个齐婆神啊。那么波斯匿王就是 说我母亲啊带我朝里啊这个齐婆神的时候呢，经过这条河见过恒河的水啊。那么佛就说，大王，如果你刚才说20岁啊老于10岁，乃至今天60多了，随着日月的推移，念念都不停的牵牛变化中，那么我问你，这段话就开始表显法义了啊。当你3岁初见到这个河的时候，自13岁的时候再见到这个河，这个河水有变化吗？这是用恒河的水啊，遇这个所见的水不易而引发它能见的见没有变。下面就说，王就说，哎呀，我三岁的时候见的跟13岁的时候宛然没有变化呀，乃至我今天已经60岁了，见恒河水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啊。佛就进一步说，你今天自己伤感说你的头发也白了，面也皱了，当然你的面啊就会皱于童年，但是你现在看恒河水的这个看这个见性和童年时代看的见性相比较，有从这个光用到皱的区别吗？听明白吗？这个王说，说不上来，说没有啊，这就是显见性不灭。在我们少年的时候看到的什么东西，现在重复再看，年龄这么大了，可是看这个作用，你说有损减吗？这就叫性不灭，性不灭啊啊！所以说佛说，你就又说，大王，你这个面虽然皱了，但是你这个见经其性没有皱啊，皱的在这个变异中，不皱的就不会变异，就是你这个性。啊，最后你看佛说了，说这个你这样的话啊，你为什么啊你还要去这个听这些外道啊？这个莫切离啊，莫切离这个又是一个外道啊，也是自然外道，它属于自然，它说一切都是自然，没因没果啊，也是六识之一啊，为什么听他的话都说死后就灭了吗？啊，果不其然，这个波斯匿王听了这番开示以后，信之，此生死后不至断灭，舍去此生去向来生，于是就和现场的大众，你看到了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就是觉得他死不了。你看，为什么说波斯匿王？如果阿难遭了一句说错了，没有说到那个见性的那个点上，佛就呵斥他说他这个愚痴颠倒，波斯匿王就一下觉得自己死不了，欢喜之间，佛都默默无闻呢。但是想想，这就是弘法的诀窍呀。他有的人能吃得消，有的吃不消，有的只在门外，有的只是登堂入室啊。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有时候想想学佛呀，我们这辈子修学佛法，真的就这个生死啊，修的最次最次的时候，我们也说你现在没有那个福德，还不能够全盘信受西方净土啊，也没有个福德，这辈子修的如如不动。那么至少你死的时候你要相信我死不了，就是说已经到这悬崖上了，非得跳的时候你就别死拽着那个根本起不了作用的草不放，明白吗？
就主动的跳下去，跳下去你死不了，下面还有下一轮再接着呢。这是修学最次的水平了，相信因果呀，啊，所以说啊，这就是只是换个房间而已，啊，我们生死之际，所以你看，就这里给从波斯匿王这个根性来上讲，恰恰巧妙地表达了显见性没有灭度。可能我们自己也想想说，怎么能够没有灭呢？那我们年少的时候眼睛很好，好像见得花花绿绿一目了然，现在也老眼昏花了，必须要戴个眼镜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你老眼昏花不是见性衰老了，是眼根衰老了。那么为什么如果见性衰老戴着花镜也不起作用？可是这个眼根衰老戴上花镜，调整一下这个叫什么屈光度是吧，马上就依然能见了，所见的见性还没有动呢，还没有灭呀。佛不说这个道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就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大家想想，为什么阿那律尊者眼根坏了七天，精进不懈，修的天眼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就跟掌中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见性啊，不但是这个心，就是见性是心，不但它不动，不但它不灭，而且它是周遍的，遍一切处的，跟法身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见性周遍不生不灭最好的证明。我们证不到那个一定要信啊！你听了，我要是不信还在那觉得说太悬了吧，那你就业障太重啊，比一般的人强点，至少你还能坐在这儿，可是你坐在这儿的人你就业障太重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已经超了一刻钟，我们再休息十分钟，到7:55的时候回来，大家一起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讲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普天花雨伞花洒，三车寻